ཡེ ནམ ཤང ཚང པ མ གེ སར དོང པོ ལ ཡམ སུམ ཞོ ཁོང ཝ ཅོ ཉི པ མམ ཇོང ནེ ཞེ སོ ཏང གོར དམ ཁང ཏོ མམ པོ གོར 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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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སོ ཏང ཏོ ཅི ཤིན ཅི ལབ ཅོ ཤོ སོ སོ རོ གར པ མ སུ དུ ཧོང ཏོ རོ གར ཨམ སམ ཅེ དང ཏ བ རུ ཛིན ཅེ པོ ཅེ ཤང སམ ཉེ བ དེ བ དང ཏོ ཅེ ཁ བ ཅེ ལ ཟོ ལ སོ རོ ཨན དེ སོ ཤིན ཅི ལོ ཅན ལ ཟ བ བ ཅེ སོ སམ པ ཡུ ཅེ ཏ པ དང ཅོ ནོ དམ མོ ཏོ ཅོ ཏོ རོ གར ཨམ སམ ཅེ དང ཏེ བརིན ཛིན ཅིན པོ ཇེ ཞང སམ ཉེ བེ དེ བྱེ དང དུ ཅིན ཁབ ཇེ ལ ཟོ ལ ཟོ རང དེ སོ ཤིན ཅེ ལ ཤན ལ སང བེ བར ཅེ སོ སམ པ ཡུ ཞང དེ པ དང ཅོ ལ དེ མོ ངོ དུ ཅོ ལ དུ རང གར སམ ཅེ དང ཏེ བརིན ཛིན ཅིན པོ ཇེ ཞང སམ ཉེ བེ དེ བྱེ དང དུ ཅིན ཁབ ཇེ ལ ཟོ ལ ཟོ རང དེ སོ ཤིན ཅེ ལ ཤན ལ སང བེ བར ཅེ སོ སམ པ ཡུ ཞང དེ པ ཅོ ལ དེ མོ ངོ དུ ཅོ ལ ཨོ མ ཧོང པན ཛིན གར པ མ སུ དེ ཧོ མ ཧོང པན ཛིན གར པ མ སུ དེ ཧོ མ ཧོང པན ཛིན གར པ མ སུ དེ ཧོ Oma hong bantaran gara bama sardho ke la da chang sora da bindu da so kanta nipi sabjo sa na da on pong tabso shiva da. Chodang dra shin pe ron za da sor chum dan ten gompo cha khura yang la shang za lo gang ka lo tru tru nye tru tru nye da nam da ra sa. Cha nye dong gan chav shang su shir nye ki ta kara lang vam zan gang da dra bhi zon ra ma rung man tong ting gara ki sar. Rozo kan la wa ji dar ji yang la dhub ji an dhan song dhu dhar ji dhung ni mo ni long li ji chang dhu dhum za chang Marg man zir dhungar mi ga ji ni zom za ra dhung nam dhu ni da chang sab jim dar song yon dhan li zog jia ti ta wu ka chu ta chu tam chu ni Ya dhim dhang lu man zir njah wa yang la dha dha Umara ba zan n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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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ha Umara bazanard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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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çirdin ki cimkere o ziri ki dalu tımı mımbarab sırni, kadan damcı zonlu tobay. Lutu bu bin avab gitti zoru, nyanci cimbo zordun yemi can zonu molun cimbo ngarca. Pakır damam zandu şirmi do, dombatı ci canla şantarlu.啊，我们现在开始讲今天的课。那么首先啊，我们发菩提心。今天我们听课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呢？啊，就是为了度化一切众生。那发心要成佛。为了成佛啊，我们。闻思修啊，成佛了以后去度化无量的众生啊，那这个就是我们的目标，这样子发菩提心。然后呢我们就听今天的课啊，那么今天的课我们接着啊昨天的这个课啊继续讲。那么我们昨天讲到啊这个修心的过程当中，就是要必须要经过四个阶段。这个是作为一个学佛的人来说啊，从发菩提心啊，也就是刚刚进入佛门到最后的这个成佛啊，这个之间我们可以分四个不同的阶段。那么这个四个不同的阶段啊，每一个阶段或者是每一个环节啊。都是非常的重要，也就是说每一个环节都不能没有，那不能缺少。如果缺少了某一个环节，这样子的话，那我们的这个修心的这个效果一定非常差所以必须要经历这个实修的过程当中，必须要经过这四个阶段而且这四个阶段前前跟这个后后是有一定的关系。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做好这个前面的如果我们没有做好前面的，那么后面的一定做得不好。所以我们必须要重视修这个出离心这个我们昨天也讲过了。然后呢出离心修完了以后，我们就继续修这个菩提心。那么昨天我们在提问题的这个过程当中也问到这个问题了什么叫做修好出离心
出离心修好的时候是什么样，它的标准啊是什么样子呢？嗯，这个我们昨天也就简单的回答了啊。然后呢，这个慧灯之光啊里面呢也就提到过这个问题了，嗯，而且提到很多次，嗯，什么样的标准呢？啊，就是我们修了这个思加性啊，人生难得，死亡无常啊，就是这个修了这个思加性以后，也就是修了这个外加性以后，嗯，然后我们深深的体会到啊，这个人生啊是来之不易啊，然后呢，生命啊它是非常的这个脆弱，嗯，如果有一天啊我们还没有成就啊，没有成佛啊，没有证悟啊，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啊，如果无常到来啊，这样子的话，那么我们要去什么样的地方呢？那就是轮回啊，就是轮回。嗯，那么轮回是什么样子呢？轮回从啊天劫到地狱啊之间的一切都是痛苦的轮回，里面就是有各种各样的痛苦啊。比如说轮回当中的比较好的啊，就是痛苦，就是相对来说啊没有太多的这个痛苦的，就是人啊还有天人，嗯，但是呢我们人类啊也有很多的，比如说生老病死啊的这个最基本的这个痛苦，嗯，除了这个最基本的痛苦以外啊，还有很多种这个痛苦，嗯。那么这样子的话，那我们人类是在这个六道轮回当中呢可以说是最好的，那么最好的地方都是有这么多的这个痛苦的话，那么我们啊就是不愿意啊再流转到这个轮回当中，也就是说我们下意识不愿意再回到这个轮回当中， 那么不愿意回到轮回当中，那我们去什么地方呢？啊，那就是要解脱啊，解脱啊，解脱了以后呢，我们还会回来这个轮回当中，但是呢，啊，意义就是不一样了啊。我们现在在这个轮回当中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过去造的业啊，因为业力啊，我们就堕落在这个轮回当中，我们是不自由的，嗯。然后我们成佛了以后，或者是证悟了以后呢，我们也会回到这个世界啊。但是呢，这个时候呢，我们自己没有这些烦恼啊。这时候呢，来干什么呢？啊，这时候就是来度化众生啊。这个时候就是来度众生，来帮助众生，来利益众生啊。这个是非常光荣的、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嗯，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必须要这个解脱啊，那这种有这种想法或者是有这种决心啊，自从有了这种决心，自从有了一个坚定不移的这种决心的话，那么这个就是出离心的标准啊，出离心的标准啊。我们昨天也讲过了，那出离心并不是说啊，因为我们有了出离心以后呢，从此以后不工作了啊，不要家庭了，不赚钱了啊，这个不可能啊。本来啊，作为一个学佛的人啊，就是有出离心的人来说，比如说专签啊，他本来就是没有当作哦这个我们的生命的啊最终极的目标啊。然后呢，消费享受这些物质的享受，他本来就是没有当作啊这个生命的意义啊生命的目标。那么当做一个什么样的呢？就是一种生存的啊，一种生存的方式。这个我们昨天也提到过，赚钱、工作啊，这一切啊，都是为了生存。嗯，然后生存下来了以后呢，生存它不是生存的目标啊，不是生存的目标，不是因为了生存而生存啊，不是为了生存而生存，那是什么呢？为了解脱而生存。啊，为了解脱而生存，啊，为了消灭所有的烦恼而啊这个生存，啊，为了帮助天下所有的生命、天下所有的众生而啊这个生存，啊，这样子的时候呢，这叫做有出离心了，啊，有出离心。从此以后呢，我们不会把过去的这些名啊、利啊。等等啊，不会作为我们人生的目标啊，不会作为人生的目标啊。
比如说，我们有出离心以后啊，走上了这个解脱道以后呢，我们也有可能那个时候也会有名啊，有地位啊，有这个利啊，都有可能都有利啊，有利有名都有可能。但是呢，啊，他没有去追求这些，啊，他没有把所有的人的一切都啊投入到这个当中去追求啊，他没有把这些东西作为啊这个人生的目标啊，他就是有另外的目标啊，那这就是这个时候呢，出离心啊，就修得差不多了啊，这时候我们就可以修其他的，就是修什么呢？修菩提心啊，这个昨天我们也提到过了，这是非常的重要啊，就是我们如果没有啊没有这个出离心的话。那么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跟解脱是根本没有关系的啊，这个非常重要的，比如说我们啊念佛啊，还有就是念很多的咒啊，密法里面讲的，还有宪宗里面讲的很多的咒啊，或者是我们每天都磕头啊，做很多的善事，但是就是有一个问题啊，如果没有出离心的话，那么这一切都跟解脱是没有关系啊。那么这些都跟什么有关系呢？这个跟我们的福报有关系啊。比如说我们在没有出离心的前提下啊，做了很多很多的善事，那么当然这个善有善报啊。那么这些报、善报、过报在什么地方成熟呢？啊，就是我们以后在轮回当中啊。啊，就过得比较好一点啊，比如说在轮回当中，身体健康啊，发财呀，啊，工作啊比较顺利呀，啊，那就是成熟啊，就是成熟到这些果报啊，并不是让我们得这个解脱啊，所以轮回啊，所以这个解脱啊和世间处世间和世间啊，是以什么东西来划分这个界限呢？啊，唯一的啊就是出离心啊，唯一的就是出离心。那么出离心的标准，我们刚刚讲的啊，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出离心呢，它是出离心的标准呢是地标准啊，还有告标准啊，告标准呢是大圆满的前心，普贤上师眼角啊里面讲的，这些都是过去的这些高僧大德呀，那他们啊就他们的这种非常强烈的这种出离心啊，这就是。这些出离心是高标准的出离心啊，如果我们暂时达不到这样子的出离心，那也没问题。我们只要能够啊，我从此以后啊，名利有也可以，没有也可以啊，这个无所谓的。但是呢，我不会把这些东西啊当做我的生存的目标，或者是我的生命的目标啊。那么从今以后，我也可以去工作，也可以也要去养家糊口。但是呢，这一切都不是我的生命的啊最终的目标。那我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是去追求解脱啊。只要有这个啊，只要有这个想法啊。而且就是有比较坚定不移的这个想法，这种决心的话，那么就出离心啊，就已经达到标准了。这就是出离心的标准啊，这个不是很难啊，但是呢，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定要记住。好，这个是我们昨天讲的啊，这个第一个阶段了。然后这个出离心啊，我们从没有出离心到又出离心啊。又出离心，到最后就是啊，就达到一个很标准的出离心。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怎么样去啊，怎么样去从没有到有啊，从有到这个最后成熟啊，最后达到标准，这个我们怎么样去做呢？啊，那具体的方法就是外加心啊。我们昨天讲的外加心，就是好好修啊，外加心啊，外加心在我们佛教里面呢，整个佛教里面虽然是。最基础的修法，但是呢，它同时也是最重要的啊，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所以大家要修出离心，这个非常重要。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啊，这个菩提心，菩提心。那么菩提心啊，它的基础啊，它的基础是什么呢？它的基础就是慈悲心啊，慈悲心，就是我们大乘佛教啊，大乘佛教的精华啊，或者是大乘佛教的灵魂啊，是什么呢？啊，就是菩提心。也就是说，没有菩提心啊，就不是大乘佛教啊。
没有菩提心啊，没有菩提心的话，这个不叫大乘佛教啊。在没有菩提心的这个基础上啊，我们去做任何事情啊，做任何事情都不叫大乘佛法啊，都不是大乘佛法。比如说啊，我们没有这个菩提心的啊，没有菩提心的前提下啊，去接受观谛呢啊，去修这个密宗里面的很多的修法呀，或者是我们做很多的慈善的这个，这个事业呀，这些当然是很好的，但是呢，这些都不是大乘佛法啊，都不是大乘佛法。所以啊，大乘佛法和小乘佛法的这个界限啊，是以什么东西来划分？就是菩提心啊，有菩提心，那么在菩提心的基础上所做的一切都是大乘佛法啊。然后没有菩提心的话，那在这种情况下所做的一切啊，都不是大乘佛法啊，它有可能是小乘佛法，有可能连啊小乘佛法都不是啊，只是一个时间的这个福报啊。所以啊，我们要修这个慈悲心，菩提心啊。那么菩提心的基础啊，菩提心的基础就是慈悲心，慈悲心，慈和悲啊，这两个是什么呢？啊，就是我们经常讲的这个爱心啊。我们是用世俗的话来讲啊，这叫做爱心啊。用佛教的话来讲，这个叫做这个慈悲。但是呢，我们普通人的啊这种概念当中的爱心和这个佛教的这个慈悲心啊，它是不能等同啊，这个含义啊，它有所区别。那慈悲心的这个内容是很深啊，很深奥啊，深广啊。爱心呢，它没有考虑到这么长远啊，它也没有考虑到这么深层次的问题。但是呢，简单的说啊，爱心啊，就是要不就是慈啊，要不就是悲啊。悲心，慈和悲呢，也就是爱心。那么需要发慈悲心。啊，那么慈悲心的这基础是什么呢？我们一定要去爱所有的生命啊，爱所有的生命才会啊对这些生命啊有慈心有悲心啊，才能够有慈悲心。如果我们没有去爱所有的生命的话，那么这个慈悲心是不可能有的啊。比如说我们对家人。或者是另外一个陌生的人啊，他们两个同样是生命，他们两个同样都是生命，都是人，但是呢，我们啊，对这些生命的这个态度是不一样。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在大街上，比如说出车祸了啊，那么出车祸的时候，如果我们啊发现这个出车祸的这个人啊是一个普通人啊，如果他是一个普通人，不叫普通人，如果他是一个陌生人的话啊，那我们没有太多的感受啊，我们看见就出车祸了，然后没有太多的感受。如果是家里的人的话，那就完全是不一样的啊。如果我们路上发现啊陌生人出车祸了，让我们一看就走，我们不可能停下来啊，然后把他送到医院，这个很少啊，这种情况很少的。但是如果家里的人的话，那就是不一样了啊。我们如果发现家人在路上啊出了车祸，那我们不可能一看就走，一定会停下来啊，一定要把他送到医院里面。这是为什么呢？啊，两个同样都是生命啊，我们为什么只是把自己的家人啊送到医院啊？为什么不管其他人呢？啊，那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爱啊是非常有局限性。这个我们昨天也讲过，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爱心，但是呢，我们的爱心是非常有局限性的啊。比如说，我们普通的人的爱心呢，就是局限啊，非常有局限性。这个只有在自己的亲戚朋友啊，在这个一个很小的范围内才有爱心啊。那么其他的人，我们没有这样子的爱心。我们啊，所以我们的这个慈悲心啊，也是非常的片面。我们只有对我有关系的人啊，亲戚朋友家人
才有慈悲心啊，对陌生人是没有慈悲心的。嗯，那是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爱啊陌生人，只爱自己的啊亲戚朋友啊，不爱所有生命。所以啊，我的亲人啊出车祸，和这个啊我们发现的这个陌生人出车祸，对我的感受完全是不一样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只爱啊我的亲人啊，不爱其他人啊，不爱其他的生命。嗯，所以在这个当中呢，我们没有做到这个人人平等啊，生命的平等。嗯，没有做到这种平等啊，所以我们的这个爱是片面的。那么大乘佛法呢告诉我们啊，大乘佛法给我们提供一种方法啊。那么这种方法是什么呢？就是让我们去爱啊天下所有的生命。嗯，那么在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啊不分种族啊，不分肤色啊，然后就是不分啊人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层次啊，都是一样的，所有的人啊，对所有的人一样的去爱啊。这个我们对目前来讲，我们很多人都做不到啊，对我们来说非常的难。嗯，但是呢有一种方法啊，有一种方法我们可以去啊用，也就是这种方法是什么呢？就是一种训练的方法啊，就是一种训练的方法。我们今天啊也是就是给大家啊告诉大家，这种方法实际上是一种训练的方法啊，一种内在的训练的方法。因为我们现在啊，我们大家都知道啊，这个社会啊非常的需要啊这个人与人之间的啊这种关爱啊，这个非常的需要。因为我们缺少了这个人与人之间的关爱，所以啊很多人啊虽然是很有钱啊，但是呢觉得很孤独啊。比如说当官的也好啊，做生意的也好啊，或者是我们普通的老百姓也好，在我们的这个餐桌上啊，大家啊吃饭的时候喝酒的时候呢，是有很多的朋友啊，但是这里面呢没有一个，很少有一个真正的朋友啊，都是很多的利益啊，就是因为很多的利益的关系大家凑合在一起。实际上这里面呢就很少啊有一个真正的这个朋友。嗯，那这样子以后呢就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沟通啊就是越来越少啊，更何况是这个关爱啊。那么这样子以后呢，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很孤独啊，很孤独。嗯，这样子以后呢孤独焦虑啊，最后是什么？最后就是抑郁症啊，最后就是抑郁症。嗯，21世纪啊最大的三种杀手是什么呢？第一个艾滋病啊，第二个就是癌症啊，第三个是什么呢？就是抑郁症。嗯，那么抑郁症是来自于什么呢？抑郁症并不是说吃不饱穿不暖就得抑郁症啊，不是这样子。抑郁症呢就是因为我们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关爱，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信任不相信没有这种信任。嗯，然后呢道德的这个下滑，在这种情况下这种情况下人就是像我们昨天讲的一样我们只认钱只认钱不认其他的东西，我们只需要钱不要其他东西。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一个就形成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一个人与人之间都是很非常的非常的冷淡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什么呢？就是最需要的就是爱心最需要的是爱心。如果有了爱心然后呢我们比如说如果有一个人有爱心，那么他自己的这个生命从此以后呢也就是非常有意义他也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对这个社会对家庭都做很多很有意义的事情。本来是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机会但是呢因为我们就是很自私从来都没有去考虑过其他人经常考虑自己的这个利益
啊，只要有自己有利益，我们去做啊。如果我自己没有利益的话，大家都会问，我为什么要去做这件事情啊？我为什么要去这么做啊？怎么样？如果这样子做有什么利益啊？对我有什么好处？大家都考虑的问题呢，焦点啊，就是这样子。这样子以后呢，啊，我们的这个这么多的人啊，就得抑郁症的问题就是这样子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啊，我们需要有一个这样子的 I 型啊。那么这个 I 啊，怎么样啊培养啊？我们现在啊，每个人只有一个非常有局限性的 I 啊，非常我们的 I 就是非常有局限性啊。我们没有这个佛教里面所倡导的这种大 I 啊，我们没有。那么我们没有这样子的爱，那我们怎么样啊？怎么样去培养这个爱呢？啊，有没有可能呢？这个完全是有可能的。我们可以啊，在佛教里面啊，我们可以就找一个这种方法，比如说你是一个信佛的人啊，就是有信仰的人啊，那么在这个佛教里面就找到更多的东西。如果你根本不相信佛啊，不相信佛是一个纯粹的一个唯物主义者的话，那么佛教里面呢也有很多训练的方式。那么这些训练的方式呢，跟唯物唯心都没有关系的，谁都可以有啊，这就是一种方法，一种工具而已啊。这跟唯物论也可以用，唯心论者他也可以用啊，都可以用，这是一种心灵的训练的方式啊。通过这种训练的方式，让我们啊产生啊这个爱心啊。原来我们只爱我们的啊这个家人啊亲戚朋友，不爱其他人啊，不爱陌生人，但是呢，通过这种方法，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这个爱的这个范围啊可以扩大啊，最后我们扩大到什么样的程度呢？就是可以扩大到天下所有的人的身上啊，或者是天下所有的生命的身上。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啊就爱所有的生命啊，这种爱就是无条件的爱啊，无自私的，这里面没有任何的自私，没有任何的条件啊，无条件的爱，爱一切生命，这就是佛啊对我们的要求。佛对我们的要求，只要我们有这样子的爱，才能够有啊，对这些才能够有慈悲心。慈悲心啊，慈无量心和悲无量心。佛教里面，在这个慈和悲啊后面会加两个字，就是无量啊，无量啊。为什么加无量呢？这就是说，就为了打破啊这些所有的这些局限啊，为了打破所有的局限。佛教的慈悲啊，它是没有国界啊，没有种族的界限啊，没有任何界限，所以它是要对天下所有的生命啊，它也不仅仅是人类啊，对天下所有众生都发这个菩提心。首先要爱这个所有的生命啊，然后我们能够爱所有生命啊，如果从比较高一点的标准来讲的话啊，那比如说我现实的母亲，我对现实的母亲的这种态度，去面对所有的生命啊，这个当然是比较高的标准，比较高的要求。这时候呢啊，我们真正的爱所有生命了啊，做到了。那么从这样子以后呢，我们才能够啊发慈无量心和悲无量心啊，这时候呢，因为这个慈和悲啊，它没有任何的局限性，它对所有的生命啊，凡是生命啊，我们都爱啊，都有这个慈和悲，那这样子以后呢，才能够发慈和慈无量心和悲无量心，然后菩提心呢？就在这个慈无量心和悲无量心的基础上啊，就建立在这个慈无量心和悲无量心的基础上啊。这三个层次啊，我们一定要搞清楚。第一个最基本的层次是什么呢？我们要去爱所有生命啊，
无条件的去爱所有的生命，必须要做到这一点啊！如果做不到，我们就不要去想学大乘佛教啊，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当然从目前的情况下我们做不到啊，我们做不到，但是呢我们可以训练呢啊，可以训练，通过有一种方法啊去训练啊，训练了以后呢最后我们能做得到啊，人的身体也是可以啊训练，可以被训练的，肉体是可以被训练的啊，然后人的精神也是一样的，也是可以被训练，然后训练成什么样子呢啊，比如说以前啊，过去我们没有训练，没有接受这个训练的方式之前呢啊，是一个非常自私自利的人，但是呢接受了这种训练的方式以后呢啊，就完全就是变成了一个无私的人啊，无私的人，非常有爱心的人啊，那这个是非常重要啊，这种方法啊，这种训练啊，用我们佛教的话来说啊，这叫做修心啊，这叫做修心。用我们现代人的啊语言来讲，这就是一种心理的训练啊，这是一种内心的一种训练，这是一种训练。佛教跟其他的宗教啊不一样的啊，佛教啊他不相信神，他也不相信鬼啊，不相信的意思呢啊，并不是说不相信他们的存在啊，那不相信什么呢？不相信他们有这么大的力量来救我们啊。那么佛啊倡导的这个教育是什么呢？佛就是让我们自己用自己的力量去啊消灭我们自身的这些烦恼啊烦恼，然后呢就是通过自己，那么怎么样去消灭呢？这不是我们不需要借助鬼神的力量啊，那么用什么样的方法去消灭我们的贪嗔痴呢？就是用自己的智慧啊，用自己的智慧去消灭啊，消灭贪嗔痴，这就是佛啊这个提供给我们的一种这个方法，这样子以后啊就这个能够啊发这个出离心啊，这个菩提心啊。第一个层次，我们要爱所有的生命啊，我们要尽量啊，尽量，目前我们做不到，但是呢啊，尽量的去啊接受这个训练啊，接受了这个训练以后呢，那就是啊逐渐的可以做得到。如果每一个人都能这样子能做得到，那么这个社会一定是非常非常和谐的啊。然后人与人之间的这个关爱啊，人与人之间的这个信任啊，每一个人的这个素质，每一个人的这个伦理道德一定会提升啊，一定会提升，每一个人都变成啊无私的，每一个人都是变成啊有啊无条件的奉献精神的人啊，这样子的话，那这个社会啊家庭啊都非常的温暖的啊，所以这样子的话，那这个跟绝不可能有这么多人得抑郁症啊，所以我们要训练，接受这个训练，这个是非常重要啊。信佛的人啊，佛教徒那就肯定会接受这个训练，但是不信佛也没问题的啊。信佛和不信佛啊，这个是个人的这种信仰的问题啊。你如果不信佛的话也可以，但是呢，你应该有爱心呢啊。爱心是不可以没有的，不信佛没有信仰是可以的啊，有信仰没有信仰这个都是可以，但是人没有爱心是不可以，那么爱心啊，这个不可能从天而降啊啊，那么爱心是怎么样从无到有啊啊，怎么样去这个产生呢啊？爱心当然了啊，跟遗传啊。也有一点点的这个关系啊，爱心跟遗传也有一点点的关系，但是呢关系不是很大啊啊，爱心跟什么有关系呢？直接有关系的就是跟这个训练的方式是有关系的啊，如果以前是根本没有啊，根本没有不可能没有根本没有爱心的人啊，这个不能这么说啊，这是说以前是非常非常自私自利的人啊，几乎是没有什么太多的爱心的人，那么接受了这个
这种方法以后呢，他一定会变成一个非常有爱心的人，这个是完全可以做得到啊，可以做得到，所以爱心跟对什么有关系呢？跟直接有关系的也不是遗传，也不是其他的，就是这种训练的方式所以我们通过这种训练的方式先。爱一切众生，这是第一个层次。我们第一个要做的是这个啊。然后我们作为一个我们佛教徒的话，那我们要严格的要求自己啊，要求什么呢？并不是说我们比如说我这一年当中啊，要念多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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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这个佛号啊，念多少咒啊，或者是我要磕多少头啊，这些并不是那么重要了啊。那么我们要求自己比如说我从今天到明年这个时候12个月当中我要求我自己，我一定要做到爱所有的生命爱所有的人，爱所有的这个生命那就是明年到这个时候我看我做到了没有如果我还没有做到的话，那么我再计划要求自己比如说在半年之内。或者是一年之内，或者2年之内，我一定要做到这一点，然后这样子去训练，这是非常重要啊。我们平时我们很多学佛的人自以为在学佛但是呢，我们的所谓的学佛是什么呢？比如说大年三十的时候呢，我们每个人都跑到庙里面去烧头香就花几万块钱、几千块钱去烧头香等等。但是我们就是一个最重要的最重要的一个核心的问题，我们忽略了那个是什么呢？就是这种内心的这种训练这是非常重要，这个是千万不能忽略的。然后要求自己在半年之内呀、2年之内呀、3年之内呀我一定要爱所有的生命，我一定要做到，我把我的心灵要提神提升，我们不能。只懂得提升我们的这些物质车子、房子还有等等，我们只懂得提升这些，不懂得提升自己的心灵，这样子的话，那这个是非常的悲哀的所以我们首先，我们当然可以去提升这个自己的比如说这些房子呀、车子呀，这没问题的，但是最重要的是要提升自己的心灵心灵跟这个物质要两个要同步发展如果这两个的发展失去了这个平衡失去平衡的话，那就一定会出问题的比如说我们的心灵精神上的财富非常的丰富但是如果我们解决不了温饱问题的话，那人一定会饿死的这样子也不行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非常有钱非常有钱从物质的这角度讲非常的丰富，但是呢，从精神的这个层面来讲的话就是没有任何的东西非常的空虚这样子的话，那么钱没有办法卖到心腹，然后心里不幸福心里就是不幸福，很痛苦那么这样子的话，这个物质再发达再发展也是没有意义的。所以这两个一定要这个平衡的发展平衡的发展，物质经济也要发展，同时心灵也要发展。那么心灵怎么样去让它发展呢？我觉得最好的方法就是大乘佛教给我们提供的这些方法是最有效的方法最有效的方法。我们通过现代科技来发展物质经济然后通过佛陀的人生智慧来发展每一个人的心灵这样子以后呢人活得很有意思了人活得也是很幸福的。虽然说这个轮回当中没有一个绝对的这个幸福，但是呢，我们在这个轮回当中也可以取得很多方面的这个幸福虽然是轮回当中的有漏的也就是说不是很完美的不是十全十美的幸福，但是呢，我们还是可以感觉到幸福否则的话
再有钱也是没有用，不幸福啊。在精神上非常的丰富，但是呢，如果温饱问题解决不了，那么会饿死啊，所以也不会幸福。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个道理啊，这道理是非常重要。然后我们要具这个要提升心灵那么怎么样去提升提升的方法提升的方法是什么呢？我们今天就讲这个训练的一个非常具体的一个方法然后我们作为一个佛教徒的话，那么这个里面呢从头到尾我们可以全盘的接受通过这种方法去训练。如果是一个不信佛的人比如说他不相信佛陀也不相信因果，也不相信轮回但是呢，他也会希望自己幸福活得会开心一点这个人生在有生之年能够活得开心一点这个每一个人的愿望这个是我们人类的共同的心愿。但是如果没有这些心灵的东西的话，那么就是有名有地位，再怎么样心灵的这个空虚，比物质的这个贫困还痛苦的在某种程度上还痛苦的。所以每一个人都是需要。所以如果是不信佛的话，那也就是可以通过这种方法去训练，那这是非常好的很多企业当中把这个佛陀的这些思想就是作为这个企业文化来这个传播这样子以后呢就老板跟这个员工之间的关系然后呢，每一个员工对公司对这个企业的责任都从这些方面都有非常大的帮助所以很多人也就是用这种方法。你可以是不信佛，但是呢，这个方法你应该相信。为什么呢？这里没有讲鬼，没有讲神的力量，也没有讲神仙的境界这就是在讲一个我们一个活生生的一个人的经验这是一个人的经验但是如果我们自己不去修的话不去接受这种观念不去接受这种方法的话，那我们感觉不到它的真实性感觉不到它的效果如果我们去修的话，那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真实的东西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感觉得到。中国禅宗有一句话大目住持就有一句话说得非常的好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如果你喝了水，你就自己知道这个是凉的还是热的如果没有去喝自己没有去喝水那就没有办法知道它是热的还是冷的同样的，我们任何一种在心灵的这种感受，只要自己去体会才知道它的真实性它的存在如果我们自己不去修的话，那就是不知道这个的存在所以我们修心是非常的重要了。好，那我们现在讲这个具体的方法这个方法呢，我们可以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什么呢？我们祈祷佛菩萨祈祷佛菩萨，这是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呢，就是修慈悲心。第二个阶段就是修慈悲心是具体真实的去修慈悲心第三个阶段是什么呢？就是修禅定禅禅文化只要跟禅有关系的话，那么现在我们每一个人都觉得这个就有一个很高档的哪怕是一个茶馆喝茶的地方怕茶就挂一个禅的牌那么很多人就觉得这个很高档了，跟其他的茶馆是不一样那禅是什么我们要懂得这个禅是什么这个也是很重要。我们学佛的人也要去修禅不信佛的人不信佛的人也可以去修禅都可以去修禅。如果我们学佛的人去修禅的话，那这是为了解脱而修禅如果不信佛的人修禅的话，那这是为了健康
啊，心灵的健康，就是为了心灵的健康而修禅啊。禅对每一个人的啊，这个每一个人的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啊，但是呢，它的这个作用啊是不一样的啊，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啊。第三个就是这个禅啊，禅的阶段啊。那么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修法跟其他的修法是不一样啊，这是一个总核心的修法啊。第一个阶段当中呢，有啊祈请啊佛菩萨啊，然后呢供养佛菩萨，通过这种方法，我们能够得到佛菩萨的啊这种加持啊。还有呢，通过啊通过这种供养佛菩萨的方法，我们可以累积啊积累很多很多的资粮。啊，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呢，我们正式的去修啊，这个慈悲啊，从这种方法啊，通过这种方法，我们可以培养爱心啊，这是第二。第三个阶段当中呢，我们不但是可以修慈和悲，而且啊，可以修禅啊，可以修禅，也可以修空心啊。这样子的话，这个修法当中呢，就是啊。包括了这么多的内容，它是一个总核心的啊，总核心的修法，非常有啊，非常有用的啊，我们一定要去修啊，这个非常重要啊。我们比如说，我们学佛学了十年八年了啊，但是呢，就是只懂得烧香拜佛啊，求佛祖的保佑啊，除了这个以外，我们什么也不懂，我们也不去打坐，也不去修心，也不懂什么叫做打坐，也不懂怎么样去修心啊，这样子的话，这个是非常可惜的，那、啊、非常可惜的啊。比如说一个不信佛的人来说啊，他本身就是不信佛啊，那么他不修心的话，这个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但是我们作为一个啊学佛的人，我们自以为是学佛了，但是呢，我们学佛，但是我们把这些佛教的这些精华啊，佛教的这些核心的东西，我们都不去做，不去训练，不去接受，这样子的话啊，这个是非常可惜的啊。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啊，佛教啊，它是一个炒食一样啊，里面就有很多很多的东西。啊，我们去超市不可能买超市里面的所有的东西，这不可能的啊！只要选对你有用的，或者是你可以买的，或者你买得起的东西啊，去买。那么佛法八万四千个法门啊，我们不可能去学所有的东西，我们也不可能去修所有的啊。但是这里面有一部分是我们必须要修的啊，必须要修的，因为它是精华，它是这个最核心的思想啊，让我们这个都放弃了的话，那么其他的这些烧香拜佛呀，那这个当然我们不能说啊烧香拜佛没有意义，是有意义的啊，但是这个意义它不是很意义不是很大，所以我们还是要学佛啊，是什么？向释迦牟尼佛学习啊，向释迦牟尼佛的什么东西学习呢？向释迦牟尼佛的智慧。啊，学习啊，向释迦牟尼佛的爱心啊，或者是他的慈悲心学习啊，并不是说当年释迦牟尼佛出家了啊，那我们全部通通都去出家啊，不是这种学法啊，不是这种，我们就是学佛的智慧，佛的爱心啊。如果我们学佛的时候这些都不学的话啊，那这是非常可惜的。我们学佛的人一定要学啊，学佛的人一定要去学中国佛教，是大乘佛教啊，大乘佛教啊，当然了，也有一部分是小乘佛教，但是呢，绝大多数，我是说绝大多数而言是大乘佛教啊，大乘佛教。那么大乘佛教啊，大和小是怎么样去分呢？啊，这个并不是说我大你小这样子的意思啊，就是说，因为大乘佛教呢啊，它考虑的。啊，是什么？并不是个人的问题，它是考虑所有的生命的幸福，所以范围很广，所以叫做大乘佛教啊。小乘佛教呢，它只管自己的啊这个解脱，它没有去管啊其他生命的这个幸福或者是解脱啊，它的范围很小，所以叫小啊，大和小就是这样的。
那么所有的大乘佛教啊，都要去学啊这个慈悲心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去学慈悲心啊。那我们今天讲的这是一个这样子的，它是一个它的终点啊是这个慈悲心的修法啊。但是呢，它这里面呢有三个阶段不同的修法，一个综合性的一个非常好的修法，所以啊，希望我们大家都去修这个法啊，这个很重要啊。我们虽然是听了很多很多的法，学了很多啊，懂很多的理论啊，但是如果我们不去实践啊，不去修心啊的话，那么这些都是没有用的啊。这理论上的东西我们知道了很多很多，但是呢，关键的时候啊，这些都不起作用的啊。比如说医生啊，有一个大夫生病的时候啊，他知道他的病啊是怎么来的啊，他也知道这个病啊应该吃什么样的药啊，他也知道这理论上的这一切都知道啊。但是难道他这样子知道就能够解决他的这个病痛的这个问题吗？不能解决啊，那一定要去啊吃药打针啊，这样子才能够解决他的问题啊。同样的，我们学佛啊，也是啊，我们不能停留在这个理论的这个阶段当中啊。有些啊，很多人呢，连理论都不懂啊，理论的一窍不通啊，只懂得烧香拜佛啊，这样子也不行，要懂得这些佛教的理论啊。但是只懂理论也不行啊，那懂得只懂理论也不行，我们要去修啊，修了以后呢，才能够这个解决这些问题。如果我们有一天呢，这个慈悲心修起来的话，那么我们啊，不单是来时啊，在现实生活当中啊，每一个人都是活得很幸福的啊，生活的品质啊，还有人的这个素质都一定会提升的啊，一定会大大的提升，然后活得很有意义的啊，这个不但是啊，这个生活的质量或者是生活的品质有所提高，而且啊，生活的意义啊，人生的意义啊，也就是有所提高。从此以后呢，我们啊，真正就是啊，拥有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生命啊，非常有意义的生命。所以我们必须要啊，这个去训练啊。那这个有三个阶段。那三个阶段，第一个，我现在是开始讲这个具体的手法、具体的方法，大家要认真的去听啊。听完了以后呢，我们要去做啊，我们要去修，这个非常重要啊。修了以后啊，我们可以解决我们的问题啊。我们必须要知道，比如说我们今天我们的社会啊，就是整个人类也好啊，或者是我们个人也好啊。物质从物质的这个层面来讲的话，这个有可能在有史以来这个物质是最发达的最发达的一个时代，但是我们的这个精神，如果我们没有这些东西的话，那是很非常的这个空虚空虚，那么精神空虚的话这个物质。再多也好，我们感受不到幸福，感觉不到幸福。为什么呢？幸福是一种我们的内心的一种感受，这种感受呢，跟物质，有些时候有一定的关系但是有些时候呢，根本是没有关系，所以我们呢，没有这些。没有这些训练的方式的话，那就是没有慈悲心啊。没有慈悲心，那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很自私一切都是为了自己着想那么我们这么多人，每一个人都不懂得相互关爱，然后每一个人都只考虑自己的这个自己的这个利益的话，那么这个社会能不能和谐？这个不可能。人有各种各样的利益的冲突，那在这个在利益冲突的面前呢，每一个人都不让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发生各种各样的这个冲突，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不仅是成佛需要慈悲心，
就是从仅仅是从现实生活的角度来讲，这个慈悲心是不能没有的啊。但是我们目前我们没有大爱啊，没有无量的慈悲心，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我们没有啊。那么我们没有，我们就可以永远都没有吗？啊，我们不可以这样子啊。那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方法？那就是我们通过这种训练的方式啊，培养啊慈悲心啊，这个非常重要。那培养怎么样培养？第一个啊，我们首先啊这个祈祷啊，那这祈祷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做什么呢？首先啊，我们要观想啊，观想，观想的力量啊，观想的力量是非常非常强大的啊，这个是西方心理学啊，还有科学都有这方面的这个科学的证据啊。我们佛教里面呢啊，就很早以前就在讲这个啊，这个用俗话讲，这个叫做冥想啊，用我们佛教的语言讲，这叫观想啊，不叫冥想。我们佛教的语言讲，这叫观想啊，实际上就是一个内容。那这观想的力量是不可思议的啊，我们不能致人我们的感觉啊，我们的感官啊能够看到的啊，除了这个以外，我们都不认，这样子是不对的。我们的感官啊，能够啊看得见的、摸得着的啊，这个东西呢，在这个食物当中啊，就是一小部分，其他的东西我们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它是存在的，它是存在的，所以在这个宇宙当中，有各种各样的无形的力量啊，是存在的，这个我们不能否认，啊，有些啊。神秘的力量啊，比如说我们的内心的意识的啊力量啊，然后呢我们看不见的物质的力量这些都是存在的，虽然是我们看不见，都是存在啊。那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要观想啊，观想什么呢？首先我们观想释迦牟尼佛啊，观想释迦牟尼佛在我们的空中啊，面前的空中观想释迦牟尼佛啊，然后呢从释迦牟尼佛然后一代一代传下来的这些上师啊，就到自己的我们的根本上师为止啊，就所有的这些上师啊，如果我们观想不清楚的话，那我们就是心里想啊，释迦牟尼佛在上面，然后呢在这个下面呢啊，所有的这些传承的上师啊，历代的上师啊都在啊我的前面啊，就这么像啊，最好观想的比较清楚。然后啊最下面啊就观想观世音菩萨啊，观世音菩萨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时候是我们在修这个啊慈悲心。佛经里面讲啊，观世音菩萨是诸佛菩萨的啊这个慈悲的化现啊，慈悲的化现。所以我们要观想啊这个观世音菩萨，观想观世音菩萨啊，这是第一啊，这个第一个阶段当中的第一就是观想啊。然后这个观想完了以后呢，第二啊，然后我们向这个佛菩萨以及观世音菩萨啊供养啊。那么供养的时候啊，第一个我们念啊这个气之功啊，气之功我们可以念普贤心愿品的啊前面的啊，我们平时啊做功课的时候啊放生的时候啊听课的时候啊，大家都在念啊，就念这个气之功。然后气之功啊，光是用嘴巴念还不行啊，我们要懂得啊，要懂到这个气之功的内容。然后呢去观想啊，去观想。就念这个气之功啊，恭品啊，磕头啊，这些气之功，它是一种大乘佛法的一种非常特殊的一种啊积累福报的一个方式啊，非常有效的一种方式。供气之功，这是第一。第二啊，这是第一个啊，就供气之功。第二啊，就供曼茶啊，供曼茶，曼茶罗是
也是一种啊大乘佛法的一种特殊的方法啊，就是积累啊，就是一种积累福报的一种方法。我们把一个这么小的一个曼叉啊，公平啊，把它观想为三千大千世界啊，然后呢，在三千大千世界里面的所有的啊，所有的这些公平就观想在这个曼叉罗的上面啊，然后呢，再加上我们自己的啊一切，比如说身体啊，还有就是这个我们所积累的啊这些善根啊，善根，还有我们所拥有的一切的这个财富，也就是跟这个曼叉罗一起啊供养十方的诸佛菩萨啊，这个释迦牟尼佛啊，还有这个观世音菩萨，以及啊其他的啊这个菩萨上师啊，这样子供这个曼叉罗，这是第二啊，第二。然后呢，第三啊，第三就是祈祷，祈祷，第三祈祷，祈祷怎么样祈祷呢？啊，这个顺序啊，你们一定要记住啊。第一个是我们观想啊，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供啊，供养啊，供养的时候呢，供养就有两种，第一个啊是供七支供，第二个就是供曼叉罗啊，然后第三啊就是这两个供养完了以后呢，然后我们祈祷啊，祈祷这个释迦牟尼佛啊，祈请观世音菩萨啊，然后祈请什么呢？祈请的内容是什么啊？祈请的内容有五种啊，有五个内容啊，这五个内容必须要每一个我们都要记住啊，以后要去做啊。那第一个是什么呢啊？我们在这个在佛像前啊，或者是佛菩萨的桌前前面啊，从骨子里啊发愿祈请啊，祈请什么？第一个祈请呢，愿啊我在未来的这个生生死死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我的所有的心愿啊，所有的心愿啊，所有的愿望，所有的目标啊，都能够啊，都能够符合啊大乘佛教的要求啊，就是我生生世世的我的所有的目标啊，我所作所为的一切的目标都能够啊，都能不离开啊，不离开大乘佛法的要求啊。大乘佛法要求什么呢？啊，大乘佛法让我们去啊利益众生，帮助所有的生命啊，要发慈悲心啊，不要为了自己啊，就是要付出啊，付出爱心，付出慈悲心啊，这些是大乘佛法对我们的要求啊。然后我们第一个啊，就是在释迦牟尼佛和观世音菩萨的这个桌前，我们发啊发自内心的啊，从骨子里啊很强烈的啊，就心啊心心来啊祈祷佛菩萨，我加持我能够生生死死啊，我的所有的啊目标啊，所有的目的，我所做的一切的事情的目的啊，都能够啊，都能够不离开啊大乘佛教的内容啊，或者是啊能够符合啊大乘佛教的这个要求啊，这样子发愿啊，这个是第一啊，这个祈祷啊，这个是第一，这些不是发愿了，这个是祈祷祈请啊，祈请佛菩萨啊加持我的生生死死当中啊，我的一切的这个心愿啊，我的一切的目标，一切的动机啊，都不要离开大乘佛法的内容啊，就是这个意思，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内容呢，然后在佛菩萨的面前啊，我们很强啊，这个很强烈的这个这个心愿啊，或者是心心来啊做这个第二个啊祈祷啊。第二个祈祷是什么呢？啊，愿啊佛菩萨啊加持我生生死死啊，在我的心里啊能够升起啊慈心和悲心啊，
能够升起次无量心和备无量心，啊，这是第二个，啊，这是第二，第三个呢，然后同样的啊，祈祷啊，佛菩萨啊，释迦牟尼佛，还有这个观世音菩萨啊，祈祷佛菩萨，然后愿我生生死死啊的这个过程当中，我的所有的念头啊。我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念头啊，我这个所有的念头当中呢，不要有啊非法的啊念头啊，非法的念头是什么呢？跟大乘佛教违背的啊，跟与大乘佛教的这个要求违背的啊，这样子的念头啊，比如说大乘佛法让我们修慈悲心啊，然后呢，我们对众生啊嗔恨心啊，升起嗔恨心。这样子的话，那么这个叫做非法的念头啊，非法的念头不并不是说啊违背法律的念头啊，这个当中的非这个这里面我们讲的法不是法律啊，就是大乘佛法啊，非法的念头呢，就是不是大乘佛法的要求啊，不符合大乘佛法的要求，甚至违背了这个大乘佛法要求的这种念头叫做非法的念头。啊，生生死死在我所有的这个念头当中呢，啊，不要有啊这样子的非法的念头，啊，这样子发愿，这是第三啊，这样子祈请啊，祈请佛菩萨，祈请佛菩萨加持我啊，不要有这样子的，不要有这样子的念头啊。我们很多人说啊，有些时候呢，我们就是就心里啊，就是在佛菩萨的面前呢、啊，或者我们自己打坐的时候，都是冒出一些非常不好的念头，啊，不恭敬佛呀，不相信佛呀，诽谤啊佛法呀，不相信因果呀，等等的，然后我们立即就感到很恐惧啊，就立即啊想离开啊，想离开，远离这种念头啊，不要希望不要升起这种念头，但是呢，我们越这样子啊。他越要产生这样子的念头，这个是我们的业障，我们的业障，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呢？就是要这样子啊，祈请佛菩萨啊，祈请佛菩萨啊，希望佛陀的这个慈悲加持啊，希望观世音菩萨的这个慈悲加持啊，希望从佛陀到现在的这个所有的历代的。这个上师啊，菩萨他们的啊，这个加持力啊，不要我的这个心里产生这样子的非法的念头啊，不如法的这个念头啊，这样子祈祷啊，这是第三啊，然后是第四啊，第四呢有啊，祈请佛菩萨。啊，在我的心里啊，快速啊，很快就能够产生正悟的智慧啊，正悟的智慧，还有禅定啊，禅定和正悟慧定啊，定慧啊，尽快能够产生定和慧啊，这是第四，然后第五啊，最后一个呢，我们啊，祈请佛菩萨啊。我尽快能够指导天下所有的生命啊，都是我的母亲，也就是说，我像爱我现在的母亲一样，能够爱天下所有的众生，我希望这个佛菩萨啊加持我啊，能够啊，我对待现在的母亲一样对待所有的生命啊，我就是爱现在现世的母亲一样的去爱所有的这个母亲啊，所有的生命，就像我知道现在的母亲啊是我今生的这个亲生的母亲啊一样的，知道天下所有的人啊，陌生人啊，哪怕是一个啊这个比如说苍蝇啊，或者是蚯蚓、蚂蚁之类的小生命，我都能够体会到他是我的母亲，啊，希望佛菩萨加持我有这样子的这个啊，有这样子的这个，境界，这样子祈祷，这五个祈祷
必须要认认真真的去做啊。比如说我们准备打坐一个小时啊，一个小时的话，那么我刚才讲的这个三个阶段啊，我们可以分成三个阶段，每一个阶段都要做20分钟啊。那么如果我们准备打坐一个小时打一个小时的坐啊，这样子的话，那我们刚刚讲的这个祈祷啊，这个观想和祈祷就做20分钟，做20分钟。如果我们准备打2个小时的坐，那么这个就是要做40分钟，就是要做1/3的时间啊，用1/3的时间来啊修这些，这个是非常重要，要一定要认真的做啊。有些时候我们很投入的时候呢，然后啊就可以达到啊这个眼泪直流啊，汗毛竖立啊，可以达到这样子的这个啊地步。这个反复的去做，这个佛菩萨的加持也是非常重要的啊。我们平时呢，佛教徒是要自己用自己的力量去证悟啊。佛也告诉我们，如果自己不用功的话，佛啊也是没有办法的啊。自己如果不努力不用功，佛也是没有办法。但是呢，我们同时啊也可以啊祈请佛菩萨啊，祈请佛菩萨。他是不是啊？就是除了自己的力量以外，是不是佛菩萨就没有这个力量了？这个也不是这样子啊。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不祈请佛菩萨啊，不认真的投入的话，那佛也是没有办法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啊，要祈祷佛菩萨，非常的虔诚的心啊，去祈祷佛菩萨，我们一定会得到佛菩萨的加持，这个是肯定的啊。为什么说肯定呢？就是。因为我们这样子修心啊，我们很投入的去修的话，在这个修行的过程当中，我们一定会感觉到佛菩萨的加持是存在的啊。这时候我们不需要去啊推理呀，不需要去用逻辑推理呀，不需要去问谁呀，这我们自己会感觉到啊。这个时候我们深信不疑。但是做任何事情啊，如果我自己不投入，自己不去体会的话啊，那就是很难相信，很难相信。尤其是佛菩萨的这些无形的力量啊，是我们没有办法直接感受到，所以我们要去体会，要去修啊，修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啊感觉到它的存在啊，就感觉到它的真实性。所以用20分钟的时间啊来。反复的去啊，这个供七支供啊，供曼叉罗呀，然后呢祈祷呀，这些都啊，整体来说啊，这就是这个前，这叫做这个修心的前心的部分，前心的部分要花20分钟左右，然后这个完了以后呢，然后就是第二个阶段，第二个阶段是。真正的去修啊，修慈悲心，那么修慈悲心的啊，修慈悲心的这些具体的啊，具体的方法呢，我们要看一看这个慧灯之光里面有啊，还有大圆满的前心啊，普贤上师眼角啊里面也有，然后呢前心的这个笔记啊，大圆满的前心的北王炉。里面讲得非常的清楚，还有宗喀巴大师的啊，这个菩提道次第广论啊，等等啊，很多很多的这些书啊，里面都讲得非常的清楚啊。那我们简单的说一下啊，简单的说，首先我们啊观想的时候啊，我们这个修慈悲心的这个观这个范围呢，首先要小一点啊。首先为什么要范围要小呢？如果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对天下所有的生命啊，修啊，这个就很宏观的、很抽象的这样子去修菩提心的话啊，就看起来从表面上看啊，就是似乎是有慈悲心，但是呢，到了关键的时候啊，就是我们自己跟别人。啊，发生了这种利益的冲突的时候呢，我们会选择啊，我自己的利益
啊，所以在关键的问题的时候就不会不起作用的啊，所以是要支出一个具体的人，人的身上去修这个慈悲心，然后就慢慢的这个范围扩大啊，这样子的话就不会有这种问题，所以首先啊，我们就对我们的现世的母亲啊修慈悲心，对现世的母亲修慈悲心，为什么要对现世的母亲啊修慈悲心呢？因为我们啊，就是因为我们就这个年代的，就像我们这样子的啊年代的人来说啊，每一个人啊都是有这个传统文化的，比如说这些孝敬父母之类的，有一些这些的观念啊。然后呢，很多人都懂得啊孝顺父母啊。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比较容易啊在母亲的身上修慈悲心的话，就是比较容易啊，比较容易产生啊这个慈悲心。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样修慈悲心？比如说，首先啊，我们把我们现在的现世的母亲啊，观想在自己的前面。我们现在的母亲是什么样子，就观想为什么样子。然后观想了以后呢，我们要去想啊，我现在她是我的母亲。她不仅是这一生是我的母亲，而且啊，在这个生生死死的过程当中，在这个整个生命轮回的过程当中啊，她曾经做过了我的啊无数次的啊母亲啊，不仅是这一生当中是我的母亲，而且啊曾经做过我的无数次的母亲。那么每一次她作为我的母亲的时候，这个母爱啊，是一个真的是。语言是没有办法表达的一个爱，一个伟大的爱啊！这个你们作为母亲的，肯自己啊，有这种感受啊。那么你们对你们的小孩啊，有什么样的爱？那么我们的母亲是对我们也是这种爱啊，这种爱啊。现在啊，现代人来说啊，所有的人都是非常非常的爱自己的这个啊儿女啊，因为。很多都是，绝大多数都是独生儿女，所以大家都非常非常的爱自己的这个儿女啊。那么我们的父母也是这样子啊对待我们的，也是就是这样子爱我们的。所以这个母爱是语言是没有办法表达的，是一个非常伟大的爱啊。这个你们很多人都有这个啊亲身体会到过啊。那么他们每一次做我们的母亲的时候呢？这样啊，就给我们付出过这么多的爱心，然后今天我们拥有的一切，也就是来自于母亲啊，等等啊，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呢，就是啊，当我们啊还没有能力啊自己去生存啊这样子的时候呢，母亲啊怎么样啊养育我们的，然后在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母亲对我们的付出的爱啊是什么样子啊？对我们的一切啊都是什么样？比如啊这些都去每一这些细节是非常重要的啊，细节是非常，比如说我们每一个我们今天在座的啊，我相信所有的人啊，如果我们会去想的话啊，就是一定会有啊，就是一定会有。小的时候啊，母亲对我们的一些非常非常感人的啊，感人的一些事情，这个是肯定有的。当然啊，极少数极少数的，比如说千分之一啊这样子的人呢，就是因为前世的原因啊，母亲跟儿女或者是父亲跟儿子之间呢啊，这个感情啊不怎么样啊，或者是相互之间都有嫉妒情绪的，也有。啊，也有，尤其是客观的因素啊，多半啊都是过去的啊，过去的这种怨恨的啊这种业力，但是绝大多数来说呢，但是呢啊都不是这样子的啊，母亲的爱是非常的啊非常的伟大的，那么我们要去想这些细节啊，这个非常的重要啊，去想啊，平时我们都不怎么去想这些事情啊，这是不对的啊，因为。
佛陀啊给我们提供的这些很多很多的理念啊，很多的思想，平时我们在生活当中啊是感觉不到的啊，它是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它是一个全新的啊思想。全新的思想啊，平时我们都不怎么去想这些，也许我们一辈子当中都没有这么去想过啊。但是，只是我们没有去想而已。实际上，这是存在的东西啊，是一个事实啊。但这个事实我们忽略了啊，我们没有去思考这个问题。所以我们最后就是变成这么啊自私。啊，我们每一个人都为什么变成这么自私呢？啊，我们没有去想啊，这个母爱啊，母亲对我的爱，我们很多人啊，就现在的很多小孩啊，都认为这是应该的啊，理所当然的啊。如果你养不起我，如果你给我啊给没有办法给我更多的钱，那你为什么要生我呢？啊，就很多人都是有这种小孩都是有这种想法。啊，但是这个是不对的啊，这个不对的，所以我们不能这样子去想啊，我们要从啊，就是正能量啊，正能量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正面的啊，我们去想的话，那在这个当中，我们可以获得啊很多很多的啊很多很多的这个帮助力量啊，那么这个力量是一个非常需要的啊。比如说，你是一个根本不相信佛的人啊，那也是很需要这个能量是非常重要啊，对每一个人的这个生活当中都有帮助的啊。但是我们很多这些很多的细节，我们啊被忽略了以后呢，我们啊在我们的心中这些东西都逐渐的消失啊，消失了啊，然后我们也不懂得孝顺啊，又不懂得去考虑别人啊。如果我们知道母亲啊对我们有非常大的恩德啊，然后呢，其他的这些人呢，虽然不是这一生的我的母亲，但是呢，曾经啊，他们也做过我的母亲。如果我们有这种观念啊，如果我们能够接受这种观念的话，那么我们就人与人之间呢，绝不可能这么的啊，这么冷漠啊，这么冷淡，这个是不可能的啊，不会没有关爱的。所以这些是很重要，这些细节是非常的重要，一定要去想啊这些细节的问题啊。我们小时候母亲怎么样啊养育我们啊，母亲怎么样啊这个付出爱啊，要去想这些啊。然后我们去思考了这些以后呢啊，我们回忆了这些东西以后呢，然后我们内心当中啊，然后就是一定会产生。啊，这个对母亲的啊这种感恩的心啊，我们首先必须要对所有的生命啊，首先我们必须要去爱他们啊，然后第二呢，我们必须要不仅仅是爱，光是爱还不够啊，必须要有感恩之心，必须要感恩，如果我们知道了母亲是对我非常非常好的啊，但是呢，这是应该的啊，这是他的义务。啊，这样子的话，那我们根本就没有这种感恩的心啊，这是没有用的啊。所以我们要懂得感恩啊，我们要去啊思考对啊，要去，我们要懂得去思考啊，去思考别人啊给我们的这些付出的爱啊，然后我们要懂得这个感恩啊，然后呢就是要去报恩啊，要报答这个恩的。这都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怎么样去报恩呢？啊，报恩的方法是什么呢？啊，那么最好的方法啊，我们让啊，让我们的母亲啊，或者是所有的人，让他们明白啊，这个从这个轮回当中啊，获得解脱的方法啊，这是最重要的啊。比如说，我们拿钱啊，去拿物质。去帮助这些人也是可以的，但是我们不可能啊，不可能有这么多的物质啊，这个没有办法的。那唯一的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啊，我们让所有的人啊，让天下所
有的生命都明白啊这个解脱的方法。这样子的话，这是我们可以报恩啊，那就是要由第一个，我们要懂得要爱一切众生；第二个呢，我们有感恩之心啊；第三个，必须有报恩之心啊。然后呢，有了报恩之心以后，我们就会有很容易这样子以后呢，就这个报恩的心跟菩提心啊，就没有很远的距离。没有很远的距离了啊，这个时候离菩提心很近啊。那我们用什么样的方法去报答啊母亲对我的恩德？唯一的方法啊，我让他啊，让我的母亲要获得一个永久的幸福的话，那么一定要让他明白啊这个轮回的真相啊，或者是人生的真相，一定要让他证悟啊。证悟了以后呢，他可以断除贪嗔痴等所有的烦恼啊。断除了这些烦恼以后呢，消灭了这些烦恼以后呢，就他可以啊消灭这个生老病死的痛苦啊。这样子，这是最好的啊这种表达的方式啊。那我们怎么样去做到呢？啊，我目前啊我自己都没有证悟啊。那么我自己都没有证悟，这样子我怎么能让其他人证悟呢？啊，那这时候呢，我现在没有证悟，但是呢，我从现在开始一定要啊，去尽快的去证悟啊，证悟完了以后呢，我再回来，让更多的人证悟啊。比如说啊，有一个人啊，看到很多人生病了啊，然后这个时候呢，这人对这些病人啊。发起了这个产生了同情心啊，慈悲心，他一定要想救这些人啊。那么这时候他应该怎么做呢？啊，那他必须要先去学仪啊，然后呢，快速的去学仪啊，然后学好了以后呢，然后回来给他们治病，这是最好的方法了，最好的方法啊。那么我们现在也是啊，就是我们有这样子的。报恩之心的时候啊，然后我们尽快去，我怎么样去让他们证悟呢？那我首先我要自己要证悟啊啊，那我自己证悟了以后呢，我才能够把我自己的这种证悟的方法告诉他啊，然后他也就是通过这条路啊，最后就是可以走到啊这个证悟的境界啊，这个是一种非常可靠的啊方法，这时候就产生了这个菩提心啊，这样子的反复的去想啊，这是菩提心的啊，这个就是他的这个慈悲心的修法啊。那慈和悲这两个的区别，慈是什么意思呢？愿啊天下所有的生命拥有啊。至高无上的幸福啊，这种想法啊叫做慈啊，这叫做慈啊。啊，悲是什么呢？悲就是愿天下所有的生民远离啊，离开脱离啊大大小小的所有的痛苦啊，这叫做悲啊。慈和悲我刚才讲过啊，我们平时讲的这个爱心跟这个慈和悲的深度啊，就不一样啊，就是不一样。那修这个慈和悲，然后修慈心和悲心，然后就修菩提心啊。菩提心是什么？慈悲心跟这个菩提心的区别是什么呢？啊，慈悲心呢，我们无条件的啊，无自私的，没有任何目的的去啊，诚心实意的去想啊。希望诚心实意的希望天下所有的生命啊都能够啊获得或者是拥有啊至高无上的幸福啊，永久的幸福，或者是说永久的幸福。这就是这个慈啊。悲就是我们刚刚讲啊，就是愿天下所有的生命啊脱离所有的痛苦啊，这就是悲。那么菩提心是什么呢？菩提心呢，就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啊，
然后我希望天下所有的众生拥有幸福啊，脱离这个痛苦啊。但这是我的心愿，这就是一种心愿而已啊，仅此而已。那么这个心愿啊，我怎么样去实现啊？那我必须要去做啊！我光是有一个这样子的心愿是不够的，我要去做啊！那怎么样去做？那我要先去成佛啊！我一定要去成佛，成了佛以后呢，我一定会回来啊，帮助他们。我一定会回来的啊，帮助他们。这叫做大乘佛法的啊，最终的目的。大乘佛法的最终的目的，比如说小乘佛法，它不是这样子。小乘佛法呢，自己解脱了啊，自己的这些烦恼痛苦解决了以后呢，这就是他的最终极的目标啊。然后呢，他就解脱了。但是大乘佛法它就不是这样子啊。我的最终极的目标不是我成佛啊，那是什么呢？啊，就是最终极的目标是帮助这些众生啊，我一定要帮助。为什么要帮助呢？因为他们对我的恩德是不可思议的，所以我现在感恩，然后我要报恩啊。那我报答的这个方法呢，我宣字的这种方法，就是我成佛，然后呢，让他们也成佛。我认为这个方法是最可靠啊，最永久、最究竟的。这叫做这种觉醒啊。就叫做菩提心，这就是菩提心。那然后我们这样子修这个慈心和悲心和菩提心，修这个凡夫的修，然后有些时候然后这个是真实的修菩提心，还有进一步的去了解你们要进一步的去深入的去了解一下这个整个的这个我刚才讲的呢，就是比较简单的进一步的要去了解。那么进一步了解的话，我刚刚提到的这几部这个书里面讲得很清楚了，然后我们也可以听很多的光盘让网上有很多这方面的这个音频呢、视频呢都有，大家可以听然后听完了以后自己打坐训练这个要20分钟。如果我们只打坐1个小时的话，那这个修心要1/3的时间来修这个20分钟。然后最后一个最后一个阶段最后一个阶段，第三个阶段，第三个阶段是什么呢？就是禅定禅定。什么叫做禅定呢？禅定有3种不同的禅定大乘佛教里面就讲有3种不同的禅定。最高端的禅定是正悟是正悟。大牟祖师也说了正悟这个禅定是什么呢？就是正悟，明心见性就是禅定那这个是最顶级的这个禅定。然后呢，另外一个禅定是什么呢？就是在佛教里面这叫做四禅八定四禅八定。那这个四禅八定呢，这不是佛教的这个特有的这个佛教也有然后呢外道也有这个佛教跟外道共用的四禅八定这也叫做禅定。然后第三个禅定是什么就是修慈悲心修菩提心这些也叫做禅定那我们现在讲的是这个修菩提心的禅定。那菩提心的禅定是什么样子呢？先修菩提心修了菩提心以后呢，就这个菩提心比如说我一定要去度众生的这种念头非常强烈的时候非常强烈的时候呢，然后我们就保持这种心态这种心态不要让它消失不要让它间断保持。但是我们刚刚开始的时候呢，可能只能保持5秒钟10秒钟这样子的，就是因为我们的定力不够定力不够。5秒钟10秒钟以后呢，然后又会产生另外一种杂念产生了一种杂念以后，杂念以后呢，这种就间断这种状态就打断了。但是没关系，我们一定要发现，立即就发现消失
消失了以后呢，然后我们又去啊去思考啊，思考这些刚才我们讲过的这些啊，感恩呢、报恩呢，就这些啊，然后有啊产生一种很强烈的啊慈心或者是悲心啊，或者是菩提心啊，这时候呢，我们把这个状态啊，就是要延长啊，怎么延长呢？啊，就停留在啊，就停留在这个境界当中啊。比如说，就产生了一个非常强烈的啊，愿一切众生都能够脱离所有痛苦这样子的心态，这样子的这个念头的时候呢，然后不要让这个念头消失啊，尽量的啊，让它延长，延长啊，维持，嗯。那么这个维持的这个阶段也许只有5秒钟，也许只有10秒钟啊，哪怕是只有5秒钟也好，这叫做菩提心的禅定，嗯，这叫做菩提心的禅定，嗯，这也是一种禅定啊。我们不能以为啊禅就是心里什么也不想啊，一切都放下，什么也不想就是禅，不一定是这样子，嗯。在菩提心的这种啊状态当中停留下来了，这也叫做禅啊。然后呢，慈悲心的啊慈心的这种啊这个状态当中停留，这个也是禅啊。然后悲心的这个状态当中停留也是禅，都叫做禅啊，这都是禅，这很重要。然后最后啊，还有另外一个禅，在这个里面有另外一个禅，另外一个禅呢，我们修这个慈悲心的时候啊，思维了太多了以后呢，就是精神啊比较累、比较疲惫的时候，然后我们不要继续去思考啊，不想思考的时候呢，不要思考啊，那个时候呢，所有的念头都放下来啊，放下啊，然后就心里不想任何东西啊。不去刻意的去想任何东西啊，不要去想过去，不要去追究过去的任何东西啊，我们也不要去迎接未来的发生的任何事情，不要去思考这些，嗯，当下的心啊，也就是让它就是停留在一个非常平静的这个状态当中啊，简单的说啊，就是心里什么也不想啊，这样子停留下来，嗯。那么这个我们刚刚开始的时候呢，也许只能这种状态啊，也许只能维持5秒钟啊，10秒钟这样子的。那这个5秒钟、10秒钟就也叫做禅啊，这个也是一种禅，嗯。这样子，我们把菩提心和禅啊、慈悲心和禅交替啊，这样子去修的话，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啊。然后之前还有一个积累福报的这个方法，这三个方法啊，就综合啊，就这样子就交替的去修的话，这个效果是非常的好的啊。这个有可能在这个，如果我们在这个前面呢，慈悲心呢，还有其他的，比如说啊，金刚萨埵呀，这些忏悔的这些罪、忏悔罪过的这些修法啊，修得很到位的话啊。这个过程当中也有可能明心见性啊，这个也不是没有可能的啊，这个是要看什么呢，就是要看我们自己的根基啊。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的根基呢？那就是说我们的这些基础的啊修法啊，这些基础的修法有没有做好啊，就像四个外加心呢、金刚萨埵的修法呀啊，就是这些潜心方面的这些修法啊，如果修得很到位的话，那这个时候呢啊，我们一定会啊，这时候一定会不是一定啊，有可能啊就会证悟啊，有可能会明心见性啊。如果这个时候明心见性啊，那就是密宗或者大圆满里面讲的这个证悟啊，禅宗里面讲的明心见性啊，净土宗里面讲的一尘不染啊，就达到了啊，同时就是达到了这些境界啊，这些境界都是不同的词汇啊，实际上都是一个内容啊，实际上都是一个境界啊，达到这个境界了。这是然后这个啊阶段我们也要修啊，修20分钟
如果我们整个的这个打坐有一个小时的话，那就是20分钟，这样子修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修法，然后啊，这是大坐啊，我们刚才讲的都是在大坐的过程当中啊，这是大坐的过程当中要去这样子修，然后大坐以后呢，我们平时大家都会说啊，我们把佛法用到啊现实生活当中啊，这是很重要的，我们一定要把佛法用到现实生活当中，如果我们的佛法啊不能运用到现实生活当中的话，那么佛法它的存在的价值啊，价值啊体现不出来啊，就是因为我们比如说一个家庭啊当中啊有一个是学大乘佛法的人，那么其他都不学的话啊，那么如果一个人学了佛以后，自从学了佛以后呢，这个家庭啊当中啊，就是因为吃素吃荤的问题啊，大坐不大坐的原因呢，念佛不念佛的原因，就是闹了很多很多产生了很多很多的矛盾啊，家庭以前是一个很和睦的家庭，从此以后就是啊，就有各种产生各种各样矛盾的话，那这就是说明我们的学佛啊学的方法可能没有对，怎么样没有对，这个问题出在哪里呢，就是我们在禅定当中或者是我们在大坐当中所相想的东西我们没有融入到生活当中，所以导致了这一切的矛盾啊，或者是我们经常在嘴巴上讲的这些理论啊没有用到现实生活当中，所以就是产生了这么多的问题了，所以这时候我们啊要融入到生活当中，这可是非常重要的，佛法一定要融入到生活当中，最好的办法比如说啊，我们平时也在讲啊，比如说我们一个家庭当中啊全家人学佛的这样子的家庭是非常非常少啊，很少的，然后呢其中一两个人学佛多数人不学佛，然后呢就这个中间啊学佛的人就要求家里的人吃素呀啊，要求这个父母去念佛呀，然后父母又不愿意念佛，是闹很多的矛盾啊，那不能这样子啊，那是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我们自己去好好修这个菩提心慈悲心啊，然后我们所修导的我们的所获得的东西就是啊融入到生活当中啊，让他们发现啊我自己的这个学佛之前和之后的这种变化啊改善啊，让他们发现这种改善啊，这样子的时候呢，那其他人是没有理由反对啊，没有理由反对，凡是无论是你这种方法是什么样的方法也好啊，只要让人走向光明的啊，走向善良的啊，走向幸福的这种方法，任何人都没有理由去反对啊，任何人都没有理由去啊否定啊，这是最好的办法啊，我们没有必要对跟家里的人去辩论啊，没有必要跟家里的人啊去这个吵架闹矛盾啊，这样子越闹越麻烦的啊，没有用，这是没完没了的，大家都很清楚的，最好的办法啊不要去说而去做啊，怎么样去做呢，就是我们的慈悲心融入到生活当中啊，让家里的人啊或者是同事或者是亲戚朋友啊，让他们发现啊我自己的啊这种修心的啊这种进步啊，让他们发现这种进步啊，这样子以后呢，比如说啊一个比如说啊你学佛了啊，同时都嘲笑啊或者是不理解啊，家里的人不理解等等，有这种可能是有啊，但是呢如果你学佛了以后呢，从此以后你自己的生活啊非常的充实啊，每一天都是很开心啊，然后呢尽量的去帮助其他人啊，帮助其他人，在这很多问题上面呢不会去计较啊，家里的人呢同时啊，这样子以后呢，第一个你自己每一天这过得很开心，第二个啊，你对你身边的人啊也有一定的帮助啊，这样子的时候呢，没有人嘲笑你啊，没有人否定啊，没有人反对
最好的方法是这样。那么这个我们怎么样能够做到呢？就是我们刚才在禅定大坐的时候啊，所观想的啊，所想象的这一切，我们现在就是要去再落实到这个现实生活当中啊。这个不能脱离啊，这两个脱离的话，那么我们在禅定的时候啊，大坐的时候，修得再好啊，也是没有用的。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做得非常的难看啊，所以就家里的人也不理解呀，反对呀，那么这样子他们也是不是没有理由的，所以这个我们必须要重视啊。那怎么样去落实呢？这里面我们啊有四个方面啊。首先我们要慈悲心荣辱到宾同啊，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啊，慈悲心菩提心荣辱到魔啊，就是魔障啊。第三个，慈悲心要融入到障碍啊、违愿啊、逆缘逆境。第四个啊，慈悲心菩提心要融入到烦恼啊，就是要这四个方面下手啊，这是非常重要。然后第一个是什么？当我们生病的时候啊，生病的时候，那我们是不是不需要去看病呢？啊，这个不是啊，我们还是一样的去看病啊。比如说我们的内心的这个精神的力量还没有大到我们还不需要看病的这种地步，我们不需要吃药打针的这种地步，还没有大到这种地步，还没有大到这种境界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肉体就是一个普通人的身体，我们有啊生老病死都有啊。这时候呢，我们要接受啊这个治疗啊，要去看病。但是呢啊，有一个不一样是什么呢？在精神上啊，精神上啊，就是有一个不一样。比如说啊，我们没有学佛的人啊，生病的时候呢，他除了这个肉体上的痛苦以外啊，还有一个更大的这个痛苦是什么？就是精神上的痛苦啊。生病的时候啊，比如说得癌症的话，很多人说为什么这个为什么轮到我的头上呢？啊？为什么我这么怎么样呢？我一生当中都没有做过什么事，为什么我偏偏是我要生病呢？为什么其他人不生病呢？啊，等等。然后呢，如果生其他的病的话，那就是希望早日康复呀，等等啊，心里就是有很多的欲望啊。那么这些欲望啊，就是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啊没有必要的这些痛苦啊。这时候佛教徒要这个作为自他相还啊。比如说我们生病的时候啊，这是没有办法，这个有可能是客观的因素啊，有可能是我们自己过去的这个业啊，煞道阴王的业啊，这没有办法。但是呢，我们可以自他相还。比如说啊，我生病的时候呢，我就诚心实意的想啊，这一次我的病啊，能够代替天下所有的人的病啊。比如说我得癌症的话啊，我不要说，不要拒绝啊，拒绝了没有用啊，反而更痛苦啊。不要说为什么是我呢啊，那不是你呢，你认为应该是谁啊？那我们不能这么说啊。这时候呢，我们就是应该去想啊，就是诚心实意的去想啊，我这次得了癌症啊，这个有可能是我自己的前世的因缘，有可能是这一生当中我自己的因势呀，各方面的原因、客观的因素啊，反正就得了这个病啊。那我诚心实意的啊，这个不是为了，这不是一个啊造作的，或者是不是其他的目的，就是我是诚心实意的啊。天下所有的人当中啊，就除了我一个人以外，再也没有啊得癌症的人啊，就是因为我的这个癌症的病能够代替天下所有人的啊癌症的病啊。艾滋病的话也是一样啊，这个抑郁症也是一样啊，反正得什么样的病啊，大大小小的什么样的病都是一样啊，一定要这样子去想
那然后有一个观想啊，观想的时候呢，比如说我生病了，躺在病床上的时候，我就诚心实意的去这样子去想啊，然后我就观想啊，我的病啊，天下所有的人都康复了，所有有癌症的人都康复了啊，但是我的病啊，就是增加啊，增加了啊，并不是说大家都康复了啊，他们康复了啊。但是我的病啊，就增加，这样子去观想啊，这是平时我们有一个自他相还呢，那这个跟这里的自他相还也有一点点的不一样啊，这样子去诚心实意的去想啊，这样子有些人呢会害怕的啊，我们因为我们非常非常的爱自己啊，我们很多人就会想我这样子我这样子去想啊，这样观想的话。会不会因为心理的作用，会不会我的病真的会增长啊？这个不可能的，啊，也许会的啊。但是如果真的这个是值得啊，这个是值得的。如果真的你这样子想，这么投入了，然后你的病啊就是增长了一点点，增加了一点点，这是值得的啊，非常值得的。但是这个不可能的啊。这是第一个啊，生病的时候我们要去这样子想。啊，不要拒绝这个生病。当然，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不要生病啊，大家都不要生病，这个是我们的心愿。但是啊，没有用啊，这是我们刚刚讲的，因为客观的因素呀、过去的原因，已经生病了啊。那既然已经生病了，那么我们就是用另外一种方式来面对啊这个病痛啊，面对病痛啊，这就是一个什么样的方法呢？佛陀给我们的一种方法啊，那我就是诚心实意的希望啊，只有天下只有我一个人生这种病啊，其他人都能够康复啊，在这个时候此时此刻啊，这天下有无数个啊就得像我这样子的病的人啊，但我想希望啊，在这个瞬间啊就能够所有人啊都康复，就我一个人生病啊。必须要这样子去想啊，必须要去这样子去思考，这个是非常有用的啊，非常有用的。这是一个啊，第二个我们要融入到魔掌啊，魔掌是什么呢？啊，有些时候呢，我们做事情、工作不顺啊，然后呢，很多方面呢，比如说生病呢，又发生很多很多的意外的事情啊，这些时候呢。我们会啊，我们很多人说这是魔障啊，实际上不一定是魔障，但是呢，我们认为是魔障啊，我们很多普通的人就会认为这是魔障啊，其实这个不一定是什么魔鬼啊这样子的干扰啊，一般的魔呀鬼呀不一定是他们的干扰啊，有可能是我们自己的业力啊等等，但是呢，我们普通人认为这是魔鬼的干扰啊，那。这个是魔鬼的干扰也好啊，是一个其他的原因也好，这个时候呢，我们也要就是像刚才这样子去想啊，就天下所有的啊这个生命啊，凡是遇到了啊这个魔或者是鬼啊这样子的这个干扰，或者是受到他们的伤害的人啊，都能够远离啊鬼魔啊，就是因为我的这个。啊，魔障能够代替啊天下所有人的这个魔障啊，这样子，这是第二，融入到魔障，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融入到逆境啊，就是我们经常讲的违缘或者是障碍啊。那么这个障碍就有很多种了啊，比如说婚姻的障碍、感情的障碍、家庭的障碍、工作的障碍，有很多很多的障碍，凡是所有的不顺利的啊。都叫做障碍、违缘啊、逆境。那我们遇到这个逆境的时候啊，逆境的时候，我们普通人的这个面对的方法是什么样呢？我们就是拒绝啊，拒绝。但是拒绝、抗拒是没有用的，这没有办法拒绝，没有办法逃避。那么我们换一种方式来面对啊，换一种方式来面对啊。那么这个换一种方式的是。换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呢？就去接受，啊，接受，啊，
这个接手的方法，在回灯之光里面呢，我们讲过好几次，有这个好几个这个文章都在讲如何面对痛苦呀，如何面对幸福呀，有啊，这些都是在这个上面我们都可以用啊。那我们在这里呢，简单的说啊，当我们遇到这些逆境的时候呢，然后我接手啊，接手啊。接受完了以后呢，我们就用啊诚心实意的希望啊，因为我这一次啊，无论是世俗的工作、家庭，或者是学佛啊修行上的这个道路上的这种逆境啊，能够代替啊天下所有人的逆境啊，天下所有人的障碍啊，在这个天下只有我一个人啊面对这个。障碍啊，希望所有人都不需要面对这样子的啊，希望所有的人、所有的生命都不要遇到这样子的啊逆境、这样子的障碍啊。那我们这样子去想啊，这样子的话，在痛苦当中啊，在痛苦当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很多的东西啊，在痛苦当中可以磨练啊自己。在痛苦当中我们可以成长我们的菩提心啊，在病床上我们可以增长菩提心，在病床上我们可以积累更多平时我们比我们健康的时候还更多的这个资粮平时我们健康的时候不能做到的、做不到的，或者是没有办法做到的很多事情生病的时候可以生病的时候可以做。当我们没有遇到一切都是顺利的时候，没有办法做到的很多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呢，就是我们遇到障碍的时候是可以做的，我们有这个机会的所以这时候呢我们不要以为就是心灵不平衡为什么遇到我，为什么要轮到我的头上呢，为什么是我呢，不能这样子想希望是我一个人希望是我一个人，但愿是我一个人面对天下再没有第二个人需要面对这样子的事情那这样子的话，这是一个我们自己的一种训练的方式这是一种训练的方式这是第二然后呢，这个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范围是很广的比如说我们同时之间比如说谁的这个就我们两个人做的工作的量或者是这都是一样的但是呢一个人他的薪水有所提高我没有或者是一个人提拔我没有，或者是在领导对我们，或者是或者是我们的同事对我们的一些这个态度不公平等等这样子的时候呢，然后这些都我们用得上，这些时候呢我们就是遇上了遇到了这个逆境了这时候呢我们要去接受这个逆境接受以后呢，我们把这个逆境转换为一种比深渊还好的东西，把它转换为一个这样子的东西平时我们没有遇到这样子的逆境的时候呢那我们没办法做到的很多事情这个时候是可以做的但是前提是什么这个前提是什么为什么普通人不可以做呢就是在这个之前必须要有慈悲心才能够做到才能够做到这一切如果没有慈悲心，那这一切都是假的做不到的，这是一种表面的现象，这是一种心事而已实际上根本就没有从骨子里这样想这是没有用的。所以在这个之前呢必须要有这个修心这个我们昨天也讲过了，佛法要融入到生活，那首先自己要有佛法才可以融入到生活，意思就是这样子然后第四，当我们遇到了烦恼的时候、痛苦的时候然后有把这个菩提心、慈悲心融入到这个烦恼当中，比如说我们的内心当中有些时候呢就是控制不住，产生了非常这个强烈的这个嗔恨心
这个时候呢，这时候我们就是要像刚才这种方法就立即就知道我自己的内心当中已经产生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嗔恨心。那么我怎么样去面对这个嗔恨心呢？我们很多普通的人，或者是当我们没有学佛、没有接受这些佛陀的教育的时候呢，那我们就是继续升起嗔恨心，然后就是跟着这个嗔恨心走打人呐、骂人呐、这些都会产生。那么我们拥有了这样子的方法的时候呢，我们立即就第一个立即就要识别我已经有了一个这样子的嗔恨心然后感受到了以后，识别到了我有嗔恨心的时候呢，然后我们立即就采取措施去面对它。那面对的方法是当然有很多种方法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方法呢，就刚才的方法是一样的。这时候我们要想这天底下只有我一个人有这样子的嗔恨心愿天下所有的众生都不要升起这样子的嗔恨心以我的这种嗔恨心能够代替所有众生所有人的这个嗔恨心这样子，这是烦恼，然后贪嗔痴都是这样子第三个呢，第三不是第三个还有一个是我们这个痛苦痛苦的，我们面对痛苦的时候有精神上的痛苦、肉体上的痛苦，无论是什么样的痛苦也好，当我们面对这个痛苦的时候我们普通人是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办法，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有效的这个面对的方法唯一的我们就是拒绝逃避但是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个很多的痛苦我们没有办法没有办法逃避的再拒绝也是没有用的那这时候我们刚刚提到的一样，我们就用另外一种方法去面对就是会有更会有会有会有更好的效果那另外一种方法什么呢？当我们感受到这个痛苦的时候，首先第一个我们立即知道要采取措施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呢？比如说我们生病的时候，或者是内心当中受到一些挫折非常非常伤心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立即就要立即就要向导这个采取措施，什么样的措施就要向愿天下所有人的这个痛苦包括肉体的、精神的痛苦，以我的这个痛苦来代替然后我们可以观想怎么样观想呢？所有人的身肉体的痛苦、精神的痛苦，所有的东西都是融入到我现在的面临的这个痛苦当中然后我们去冥想这些除了我以外的天下所有的人都康复了，都健康今生上也没有痛苦，大家都很开心很幸福然后呢，我的这个痛苦呢就是增长没有消失，而且增长。我们不要希望天下所有的人都没有我去代替所有人的病痛了，那么我应该就我做了这么伟大的事情，我应该马上就消失我的痛苦。不要这么想，就要观想我的痛苦反而就更严重了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磨练你愿不愿意这样子如果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我这样子一想，这样一观想的时候呢，天下所有人的痛苦也没有了，然后我的痛苦也没有这样子的话，我做到一个很伟大的事情，我觉得我做的事情很伟大，我愿意但是如果真的天下所有人都健康了，都没有痛苦了，到大家都很开心了，那么你的痛苦反而不但是没有消失，反而更加的严重的话那么这样子想的时候，我愿不愿意接受这个呢这个时候真正有没有，你这个是不是真心实意的，这个时候就看得出来了
这时候就看得出来，如果我们都愿意啊，只要我一个人能够代替天下所有的病痛啊，那这样子的话，我的这个病啊，现在的病啊，增长到这个成千上万倍啊，我都能够愿意，我愿意接受啊，这样子的话，那这是真正的这个菩提心啊，真正的慈悲心，嗯，所以这样子去啊磨练啊，当我们遇到痛苦的时候啊，当然我们也可以去啊吃药啊，可以去治疗，都可以啊。另外一种方法，另外这也是一种，也是从某种角度讲，这也是一种自己的一种自我的治疗的方式啊，治疗的方式，同时也是一种增长啊这个自量的啊，或者是积累自量的一种方式，同时也是一个菩提心和慈悲心的一种修心的方式啊。然后这四个啊是非常重要，这四个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啊讲的比较简单，嗯，但是呢我们必须要做到，每一次做到，比如说扎针的时候啊，针灸的时候，要扎针的时候立即要想到，就是针灸的时候就没有太大的这种疼痛啊，但是呢就是一个这么一个小小的痛苦，我们立即都要准备好啊，然后呢我希望啊这个我扎针的这个这么一小小的痛苦也能够代替啊天下所有人的啊天下所有人的啊这个肉体的痛苦啊，这样子每次都要做好准备啊，这样子习惯了以后呢，当我们面临痛苦的时候呢，我们立即会想到啊，想到这些方法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这是佛法融入到现实生活当中的方法啊，这个很重要啊。那么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啊，希望你们修啊，下去修去做啊，然后呢，我们要落实到现实生活当中，这样子的话。每一个人一定会有啊，一定会有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啊进步啊，这是一定会有的，嗯，然后呢我们的进步，我们的亲戚朋友啊身边的人也都会看得见啊，然后我自己的内心的这种进步我自己也就感觉到啊，这叫做法喜充满啊，这就是法喜充满啊，希望大家去修啊。那么这是我们已经参加了这个菩提学会呀、仙米学会呀，那么这样子的学会的人呢，那么你们就根据你们自己的时间，也就适当的修啊，因为他们这边呢也有很多的这些课程的安排啊，那就是大家都在修五加经啊，啊还有修很多其他的，所以就不一定有很多的时间，但是呢也要啊适当的去修一下啊。那么我们这座的当中啊。也没有参加这个菩提小组啊、学习小组呀、仙米学会啊，什么都没有参加的这些人啊，那么就希望你们啊，今天我们讲的这个法啊，只修先修两个月啊，两个月，在两个月的过程当中啊，每天啊，就是在一般的情况下，正常的情况下就修一个小时啊，一个小时啊，如果有时间的话，那就是可以延长到两个小时呀，甚至更长都好啊，啊，或者我们平时啊没有那么多时间的话，那也就是一天半个小时啊，早上早起半个小时，那就半个小时当中，我们可以前十分钟啊当中去祈祷啊，然后在十分钟当中呢就修这个慈悲心，最后的十分钟当中啊就修这个修这个。这个禅定，嗯，这样子也可以啊。没有参加任何这个其他的像菩提学会啊这样子的人呢，我们大家可以一起啊修啊这个修法啊，修两个月啊，两个月修完了以后呢，然后我们可以啊再安排一些其他的修法啊，其他的一些实修的方法啊，给大家提供一些其他的实修的方法，然后大家一起修啊，在网上。我们可以建一个这个群啊，然后在这个群当中啊，可以讨论相互之间讨论一些佛法的问题、修法的问题。如果有什么不懂的话，那么在这个上面呢，大家可以讨论啊。平时在自己的家里
休啊，然后方便的话，那么有些时候，比如说星期六啊、星期天呢、啊，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比如说我们5个人呢、啊、7个人、8个、10个人，就集中在一个比较方便的就家里没有太多的人的这样子的家里去公休这样子也是非常好的，就休2个月2个月休完了以后呢，一定会有一定会有我们能够自己能够感觉到的这种进步，这是肯定的不相信的话，大家可以试一试我们今天呢就是讲到这里。sonumdayi tamjo zurbani donni ni pe jan ban ji kirga na ji wa mon de ba tibin zo le do wa do jo om a hom ban zung gur pa ma sa om a hom ban zung gur pa ma sa